那现在你今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？当然是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了、啊。球员就好好的努力打球，做好本分。哎，小心！我们就停一下就好了。对，教练，耽误您两分钟就好。我现在要赶去我的工作。那现在你今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你第一个感觉？当然是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了、啊。球员就好好的努力打球，做好本分。所以你多久的时候知道他们有打假球？就跟你们报道新闻之后就知道了。那对于篮协的回答就是说，借由这一次的机会说啊，我们刚好把这个不适合的球员淘汰出去。我不晓得，反正他们。执法该执法就执法，谢谢各位，你们小心些。